知道吗？第五人格呀，最近出了一个玩蛇的女人啊，她就是圈怪神，我是你的人，欢迎来到第五人格，我是你们大的好哥哥呀。今天呢，又收到了小可爱的心意呀，是梦梦送的祭司的新子皮花架系列撒马拉呀。哦，谢谢梦梦呀。哎，听说呀，这皮肤穿的少，容易我可是一个正经游戏主播嘛。刚好呢，第一把呢，地图就来到了游乐场。那真好看。还有一个消息啊，不知道你们知道吗？那就是呢，最近呢，策划正在准备祭司的技能又调整啊。大概思路呢，是准备呢把祭司开场就有两个警告，这样呢就能大大提高了祭司的六鬼能力。还有呢，就是呢准备把祭司的大警告呢可以选择让谁来接，这样呢就避免了浪费大警告的情况了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这波加强还可以哦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入手撒马拉了吗？你们觉得祭司这样改版如何呢？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答案吧。最后呢，再次谢谢梦梦的支持啊，感谢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，下期视频见了，拜拜。